即时新闻综合报道，就差一个数字，让人欲哭无泪啊。一名网友昨天在网络论坛 Mobile01 发文，想买一只 iPhone X 来玩，因为发文内容因为为什么不是 12？ 话说现在都只看到银色时机，哪边有黑色的可以看？乍看之下这样的发文内容很无厘头，但如果看到下方一并分享的一张威力彩彩券，就完全了解网友没有说出口的心痛了。原来威力彩头奖昨晚再度杠归，连续28堂下期头奖上看12亿元。这张网友分享的彩券号码为03、04、07、12、17、20，特别号为05。仔细一看，与昨天开出的号码仅一数之差，若12为22，他就将成为头彩得主。就是这一数之差，让他只能得到3奖15万元。网友感叹说，三奖中的钱不多，固定奖金15万元，还要扣税，所以决定1/3买 iX， 剩下的存起来，算送自己一份圣诞礼物。